对狗子同罐头了，毕竟一箱十二罐才39，谁能拒绝得了？每罐足足170克，有牛肉和鸡肉两种口味，慕斯质地包裹着大块肉粒，没有防腐剂、肉食剂，阿拉萨和他兄弟都嘎嘎爱吃。趁现在还有库存，家人们赶紧薅！这个6.8一包的鸡肉牛皮棒，每次吃完饭我都得给他们来一根，这样就省得刷牙漱口了。外面是一层烘干的鸡肉，补充营养蛋白质，里面是一层厚厚的耐咬牛皮，又爱吃，而且偶尔还能磨磨牙，主要是多囤还能便宜，像我家毛孩子多，吃起来真的一点也不心疼。